提琴家张振杰尝试各种颠覆传统的表演形式，是第一个在音乐会中拿起麦克风对听众讲话的演奏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提琴家张振杰，人家称为我是音乐点子王，因为我不断地把音乐跟美食，还有把音乐跟大自然带到泰鲁阁，带到坑道里面去。更多张振杰的音乐及创意，请锁定本周六晚间9点，影响力100遇见张振杰。